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超适合家用的地板刷，刷头必须是可以拆卸的啦，安装拆卸都方便，刷头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，按动不力准确圈。好就刷，斜就刷，竖着刷，爱咋刷咋刷。往外竖两个刷毛，刷缝隙再合上过了，江湖人称缝隙杀手，我是刷，我刷。我说说说，刷头面积大小的事，刷一下别打下。刷毛浓密，软硬适中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了刷花地板了，1.27米加长刷杆，完全可以站着刷，腰部疼了就不刷了。 小刷头刷才能也很合适啦。